不要给他输到太难看。一起推进下来。仪式感。一二三。应该是我史上遇过最安静的空气炸锅了。哇，音霸哦！空气炸锅可以做 Summer Wellington 呢。我出烟了。喂。哇。Oh my god， 这个是 Gordon Ramsay level 了。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各位，你们要相信我，我又挖到了一个很顶的空气炸锅。我知道我上次介绍一个很厉害的，但是这一次这一台完全颠覆了我哎！原来哦，空气炸锅还会咁玩噶，三才艺 ，One Moon D 吧。先不讲什么，我们就觉得这个全黑色磨砂设计超好看，真的我就哇，咁靓嘅。而且它手感很好哦，它的整个设计我感觉放在家里面每一个角落都很适合。颠覆我的重点来了，三二一 ，Are you ready？ 噔噔，两个手柄，两个分锅，哇！原来空气炸锅还可以咁玩的，搞完搞完。而且哦，它是可以左右两边同时间炸两个不同的东西，然后两个不同的温度，比如说一边鱼，一边虾，一个30分钟，一个20分钟，一个胡椒味，一个咖喱味，它们的味道啊，煮的时候是不会掺拌在一起的。像是 coming 哦，你有搞 party 什么的、啊、，Christmas party 啊，它就很方便了。Screen 也是超大片 ，LCD touch screen 哦，还特地做到斜斜80度这样，比较顺手按。而且哦，它不小的啊，一边4 liter， 一边4 liter， 加起来就是8 liter 嘞。今天我们是敌人啊，我们要用 One Moon D 八煮饭 PK。你煮什么菜？你管我？那你煮什么菜？你管我？我告诉你，我们今天一共要煮5道菜，一人煮1道 appetizer。一个 main， 然后两个人一起完成一个 dessert。我的第一道 appetizer 是派对虾，总之 party 的时候就很刚用了啦。等一下整理好自己。哎，我的 appetizer 就是 stuffed mushroom。Boring。OK， main 是 salmon Wellington。你会做 Wellington 啊？三文鱼威灵顿。这里 Gordon Ramsay。不是，我第一次做吧，所以不知道。我的 main 就是一个很接地气的花甲粉。像我们的 dessert 呢，今天的 dessert 要一起完成的就是 Oreo 巧克力蛋糕。OK， 我们就开始吧。Let's go。你要再用这吗？你要砧板吗？不用了。你连砧板都不用的？不用啊，我们这种 in 啊，就腌制虾最容易的方法就是把它放进一个 zip bag， 加仓。啊？你这个是很懒人的教学，是啊。你咁样嘅一劈嘢，啊，一就可以了啊。是啊，我封住下先，腌下味道。有少少刺冇刺样，但系实际唔系咁样切噶咯。不是咩？不是咯。哇，有模有样，看起来就是很高级的食材。这种是西班牙的 tapas， 一口一个。OK， 现在是柴油。我是觉得我真的是有天分的，敢讲不敢信，我都没有煮过给我妈咪吃哎。哒啦，等下我们会用这个多口，多口就是两个人同样温度、同样时间一起去完成。所以我配合了你，那你配合了我。收着呢。哦，美美美，哇，这个更美，哦，这个普通美 ，perfect。嗨。一个早让大家来评分，肯定是可恩的比较美，不要给他输到太难看。一起推进下来，仪式感。一二三。OK， 我们现在放多扣，坚持12分钟吧。十二，可以，我 OK。OK。三二一，哇，美耶！刚刚好哎，我讲 yes 这样啊，那个 garlic 是刚刚好弄的 ，OK。来下一个，啊，看到吗？也是，但是你买的虾太小个了哎。哎，巴蒂虾就是要小小个的。哦，你看。Oh, this is for table one。也太少了吧？你看你弄到我的东西弄了。我弄到？你是要讲我的笑话弄到他倒啊？你弄我笑，他就倒了。
除了这一道菜，还有一个东西的嘞 ，mayonnaise。哦。我试吃一口啊。好，那我试试你的。好吃吗？好吃啊，真的、啊。是。那mushroom是很 juicy 的，然后你 marinate 上面你用比较多蚝油的味道，是吧？有一点小米椒的小微辣，东方的味道，我可以给到八分。不、哦，你自己吃你自己的。哦，十分，满分一百。这个我要给，这个、我要给五分哦，因为它腌制到怪怪的味道，有怪怪的味道，但是那个虾是很 juicy 的，香皮嘞。这个味道我觉得不错的，很好吃。你是很直的，香光的。我跟你们讲，这个咖喱很好吃，它上面是脆脆的，然后它又有点蚝油的味道，不是我卖花沾花香，是真的真的好吃。OK， 现在第二道要煮的就是 Salmon Wellington。因为 Salmon Wellington 呢，主要有三层，三文鱼、菇，还有那个菠菜酱。煮饭的男人最 man。啊？哟，我还是看回下面算了。我地震来。我没有讲我会哦，第一次做的哦。我没有想过你会。哇！我现在做的这个就是拉拉麦饭。这道跟上一道酱香了，我自己也觉得。好的了。OK， totally different。这有点像便当。这个是拉拉麦呀，鸡肉脯酱，是不是？That's all， 是不是太简单了？Yes， 准备好 main。OK， 接下来我们就要把它放进去。两个食材都想要用不同的温度跟不同的时间，是200度30分钟。我是180度22分钟。所以我们两个就要用 sing finish 这个功能，就是等好了的时候，它是同一个时间一起的。所以总之好的时候，我们是两个一起好的，就算我30分钟都是两个一起好的。那么这里有一个 hold 字，它会等埋我一起。诶，可以哦。哎，第三道我们要做的就是 Oreo chocolate cake。拿错了 ，Oreo chocolate cake。第一步先要把中间的那个夹心去掉先，是不是？我开始。来，好可以哦。OK， 接下来放200ml 牛奶。你看我放多少？对，我们整套下来 ，Christmas 大餐根本就是这个美牛种。可以解决啊。期待。哇！吓到啊！不要讲我啊！超美的，哇，英巴哦，空气炸锅可以做 Salmon Wellington 呢。我其实还担心讲说它 air fryer 做不了，因为我看 recipe 很多都讲说要用 oven。这是我的拉拉麦，拉拉麦，很可以哦。Ladies and gentlemen， 这一道呢就是可恩版本的拉拉麦，更简单的。第三道蛋糕也丢满进去，这个比较长时间的，我要润掉你的 masterpiece 了。哇，这样脆有没有？啊！哇，出烟了！喂！哇！哎呀 ！Oh my god， 这个是 Gordon Ramsay。
开袋的。哇，老哎！有诚意嘛，这个面。哇！因为平衡只是讲吃白灵灯的人来的，然后但是在马来西亚你找冰白灵灯其实不容易找，所以我就偷偷的学做白灵灯。但因为我不吃牛马，所以我就做三分白灵灯。哦。喂。满分100分，给多少？98。你用空气炸锅做三分白灵灯，很香，那个黄油味道，那个皮又香，那个小焖又香，那个蘑菇 spinach 很香。三分白灵灯在外面卖很贵，你成本是多少？看这可能的 video 了，有谁有兴趣的跟可能下单？哎，谁要啊？下单啊！哎，我要多谢我父母。我今日咁嘅成就，成就。哎，你要捞均匀一点。嗱嗱我捞。味道有。谢谢啦。哦，味道是 OK 啊。这不是个蛋糕这样子的馅吗？这个是火山爆发吗？我现在需要做的是反过来之后再反回过去。等。重要的 moment 的时候到了。哦哇！哦，是不是有没有？我们还有买了这样的装饰品哦。突然间 Christmas feel 出来了。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Yeah, 今天的 PK 赛成功。Yeah, come on, baby. 有一种 brownie 的 feel。像哦，像 brownie 哦。有。嗯，那我试啊。不过你什么都觉得好吃的，那是真的不错。不甜。真的不甜。多看下去。大成功耶！老实讲，我真的是太喜欢空气炸锅了，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方便。就是如果我朋友有买新家啦，我一定推荐至少家里面要有一台空气炸锅，同时间炸两个东西。我觉得很安静，是不是？刚才我们是，它应该是我史上遇过最安静的空气炸锅了。加上双十二要到了嘛，万木现在做的这个 promotion 应该是2021年最后一个 promotion 了，所以那个优惠够够力给你。Guys， 它平时是很贵的，它的原价是1399块的，但是今天开始到12月14号，它直接便宜一大半，它现在只要544块，然后包一年 warranty 还包邮。哎，我里面不能讲出口啦，你们不用自己去找的，我把那个 link 哦放在 caption 那边，你们自己点进去就可以了。那个 link confirm 是对的，点下去直接就可以买了。下单之后1到3天就可以到你的家了，因为它是本地马来西亚发货，所以很快。上次有个网友跟我讲，他今天下单，他第二天就收到了 ，super 快，而且他的插头你也不用担心，他是马来西亚插头。好了，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喜欢这个影片的话，记得点赞、分享、订阅和打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 拜拜。